今天是第三天，好热，好热，可是比台湾凉。有吗？我觉得还是一样很热。我们现在要去名古屋水族馆。好，等等见。我们现在到名古屋水族馆啦，所以现在进去拍给你们看吧。哇，这海水族馆蛮多人。拍一个好吗？找人呢、欸，在干干，找人、欸，想养是不是？啊，我想要看这一只，这只好大只哦、喔，金鱼，在海里会不会找人？这眼睛在哪里？在那个白色的前面一点，这个海豚就感觉比较小只。没有人要去南馆，为什么？南馆为什么没人要去？南馆是小鱼。哦。那边有一只海豚，很难，它名字叫媚鼠。现在在金虎横滨，在名古屋城的下面，这边也有很多摊贩。台湾蛮多吧？冰淇淋会越吃越渴。名古屋城是重建的，那之前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被炸掉。在日本三大城是熊本、大阪，还有什么？再就它，今天真的是有够热。现在来到这一间餐厅啊，在金虎横滨里面啊，其实在松坂屋也有啊，这间叫做 Yabajo Dong， 就是食场吧。
它这是 猪排店，它的招牌是 Misokatsu， 就来吃看看吧。听说很好吃，我没吃过啦，我什么都把听说的，我都要吃过才会知道好吃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厉害哟，哎，好可爱。吃呢，就是北京。可以把葱加在上面，它的那个猪排啊，真的超厚的，好烫好烫。你的比较薄，可是很嫩，它好像跟我的一样，只是它的是玻璃，我的是铁板。它猪排算很厚哈，今天吃完这边推荐，它还蛮多分店的啦，可以找一下。这好像那个夏日的话，可能要预约比较好，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啦。反正就这样，下来吃了。吃饱啦。那贵贵要带我们去哪里玩？最近再逛一逛就，我想要去逛 Uniqlo 哎、欸，直接从外面走去车站吧。现在在这间叫做萌萌妈桃子馆，这边是一间拉面居酒屋哦，里面有拉面啊，有微博架，可能比较在地吧。吃看看，拜拜。这个是居酒屋的，我都是一定会给，然后一个人大概300到500左右。好吃啊、哦！又是马肉。等一下剪到手粗的那一颗，有91颗章鱼。好、啊。那可以卤一个。啊，对对对，这个章鱼烧啊，里面有一颗是很辣的，看谁运气好。可是那个是很辣的哦。我先啊，然后换他换你这样。等一下，这个章鱼烧感觉好像炸的。他是因为我们班有在吃辣水，可是但我知道这个是辣水。你有觉得辣辣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也没有啊，还是它又不够辣。一点点吗？嗯，我想吃到一点点，好吗？超级咪咪咪，现在用那个很辣吗？很辣吗？有很辣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很辣吗？啊？哦，因为太辣。有这么辣哦？我看不出来。羡慕哦。刚有人吃到辣的。我妹刚吃到辣的，然后店员看她快哭出来，就拿水来给她喝。真运哎！我好想吃看看那个辣度哦。怎么不是？那店员好厉害哦。唐扬鸡加美奶鸡，我是觉得日本的炸鸡普遍都很好吃，他们鸡肉嫩，这是拉面居酒屋的拉面，它没有搅葱味，所以不是真的博多拉面，而且他们的口味都偏甜，这个是甜的，所以味真是甜，它很浓，也是有点偏食，没有的是酱油拉面比较偏食，但是一样是好吃的。我们吃完了，我们先休息吧，明天见。